BTS 防弹少年团可说是韩国的大势男团，几个男孩都各有特色，团体凝聚力更是无话可说，这样的独特魅力更是无能人敌啊。近日有一位苏格兰女粉为了防弹，她毅然决然离开家乡，离开男友而定居首尔。她表示，当我一看见防弹 MV 就深深为他们着迷。她也坦言，其实很想念家人，搬到新环境不太适应，但是为了更接近偶像，这一切都很值得。真的是不知道该不该恭喜防弹、贺喜防弹呢？为了偶像，真的是有很多女粉会做出不可思议的疯狂举动啊。